有没有塔吧？哦，哇，咁样可以擒上去都犀利喎！呢个系风车。好，哇，点擒啊？可唔可以擒落去嗰啲扇叶嗰度再爬上去啊？喂喂呀，好聪明你啦，好聪明啊！哇，白痴仔搭落去，哇，骨都断，佢似弱智，难得我咁醒，喂，爬唔到上去，岂有此理啊！岂有此理，又要再搞过，唉。好难，好难瞄准啊！你知唔知啊？呢啲动作唔系咁易啊！好，啲扇叶准备啦，好醒目啊！你睇住啊！哇，俾佢咁样介一介，喂，做咩事啊？哇，差啲又打死喎！好难玩啊！呢个真系。尤其是佢唔似我真人嚟话，根本好简单，个扇叶嚟，你咪左手掹落去咯。佢又讲得好似好复杂咁样，吓、啊、你觉唔觉啊？哇！你睇下佢有时就好中意咁样飞落楼啊，唔知一夜弹到好远，有得直接爬上去。我仲谂咁聪明嘅方法。我系都要用啊！我系一意孤啊！我啊呢个先最好嘅方法，我话俾你听。惊人系用呢扇叶嘅，我话俾你听，我啱啱第一幕就爬到啦，扇叶，滚！好潇洒你睇，哇系，啦啦啦啦，哇！做咩事自己要搭落去啊？跟住咧。呢度爬上去，咁样爬，我嘅有啲石头夹起嘅，咁样搵，太冇意思啦！我觉得你，我系有用个脑嚟真系咁样，我咪屈嗰个性能嘅。哇，咁潇洒，做咩咁沮丧啊？人妖啊，好潇洒，不再是男人，被阉割。睇先啊，我有风车，我就系啊，我就爬俾你睇你啦。高手过招就真系，系咪要一路咁样爬？即系佢一路转咧，你要咁样，一路 keep 住咁样。嗱，你睇系得嘅，你知唔知啊？用个风车，哎呀，打死啦！你睇，佢个动作有时系好白痴。我哋冇理由啊！我就系一定要征服呢个风车之塔。不再是男人。你爬唔到，你仲点做男人啊？话俾你听，风车都克服唔到啊！不再是男人。好，嚟啊，风车。好蠢呢、這个人，呢、這个刺客智力有问题。镜头同风车同一方向好啲，试埋啦，试一次唔得就算数啦。好，镜头咁样啊，系咪咁嘅意思啊？呢位兄弟，跟住揿咩掣啊？哇，反跳落去风车内页啊！你意思系，即系个风车经过嘅时候，我即刻倒跳落去佢内页嗰度，擒住呢、這个，好啊，好聪明，试下。系喎，我一个，快啲啊，快啲爬！好聪明，克服到了，你太劲了！哇，嚟啦，大地在我脚下，我克服个风车，我极限运动，
攀爬选手，呢位兄弟聪明，你真系好。你啊，几潇洒！我系克服嗰风车嘅刺客勇士。哇，争啲又唔得死。